大家好，我是妙招姐。今天妙招姐给大家带来几个手机充电器插头在我们生活中的神奇妙用。妙用一，追剧看电影没有手机支架，那我们只要一个手机充电器插头就可以搞定。大一点的插头，手机还可以竖着放。妙用二，没用的手机充电器插头，我们把它打上热熔胶，然后粘到棍子上，这样就可以当撑衣杆使用了。妙用三，花几元钱买一个 USB 随身灯，插在手机充电器插头上，就可以当小台灯使用了，省电又明亮。妙用四，收纳耳机，耳机带出门总是乱糟糟的，那我们只要把它绕在手机充电器插头上，这样耳机放在包里就不会乱糟糟了。妙用五，拆快递的时候找不到工具，那其实用手机充电器插头也是可以的，方便又快速。那之前妙招姐还和大家分享过用手机数据线给电脑上网的小妙招，和微信朋友圈发五分钟长视频的小妙招，大家只要微信公众号搜索妙招姐，然后关注后回复数据线上网和朋友圈长视频就能看到哦。除此之外，大家关注妙招姐还可以看到500多个实用有趣、省钱省电、变废为宝和各种手机技巧的小妙招。要是你觉得今天的视频还不错的话，就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吧，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还有，记得在下方点赞留言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